落魄回乡，他饱受同乡人的嘲讽。你现在回乡待业，都不是回乡创业，现在这点面子值几个钱？关键是要做事。你就怕见人，怕见着熟人，怕别人说你落魄回乡笑话你。还是这个百家衣好，吉利。要不你还是就给我做那个百家衣。面对生活的压力，他放下尊严。这件百家衣是我的老同学王学东亲手缝制的。东哥，没想到你还是个裁缝。他不是刘乔的前夫吗？心可真大呀。这简直就是羞辱，戴绿帽子有什么区别？你就好好给你前妻和同学打工吧。方圆巨镇三季迷你剧集《弹簧人》第一集正在播出。陈队，我们接到群众报案，凤乡村附近树林发现一具烧焦尸体。凶手一定是王学东，你们决定要抓住。110吗？广场上有炸弹，跑！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王学东。你现在收手还有机会，你要相信，法律会给你个公正的判决的。再见。接到群众报案，凤乡村附近树林发现一具烧焦尸体。根据尸检情况来看，死者是由于钝器打击后脑勺导致颅内出血过多而死亡，而且这里并不是第一现场。初步推断，死者是被杀害之后拖到了这里焚尸。我们已经采集了死者的软组织，应该很快可以确认死者身份。警察同志，这就是我家远东的，这是他每次出门必须要带的。还有这个红色皮鞋也是我亲自给他买的。警察同志，凶手一定是王学东，我求求你了，你们一定要抓住。让你买的咖啡，你是不是没有买啊？咖啡，买咖啡的钱不都让你给人赔医药费去了吗？追尾你知不知道？路这么宽，你的车前面搞什么急刹车吗你？说吧，怎么赔？我这车也受损了呀。你是想公了还是想私了？私了得了，
这一车人都在等着呢，这么热的天。四两可以，一千。一千元？你当我是冤大头啊？我以前是干修车的，你这个面包车最多500块钱。这个钟800。800给了，直接让他滚蛋。走。怎么说话的啊？关你屁事！你指谁呢？我指你。啊！再指一下试试。再指一下试试。我指怎么着？往前走！给我松手！起开！他没松手，我干嘛要松手？放！你还嫌不够丢人的？打人打上瘾了是不是？什么玩意儿？走，赶紧给钱！你说你当什么出头鸟啊？当初在教研会上，要不是你头一个跳出来给领导对着干，你能被贬成实验室管理员？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给点钱打点打点关系，你就是不听，先把希望全部压在那个培训学校上，结果呢，人关系户一上来就给你顶替了。你再退一步说，咱们换个学校，你跟人打什么架呀？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怎么一遇到点问题还想着用拳头解决？我看你还找什么工作呀？掐点都给你赔没了。那是他该打。是，人家都该打，所以你就活该被开除，活该被吊销教师资格证。都40多岁的人了，这点问题都想不明白吗？你要是但凡脑子灵光点儿，也不至于到今天这种地步。我说你呀、啊，你就是长虫钻竹筒，死不转弯。哎，我说你能不能快点啊？哎，王学东，王学东，哎。谢老师傅，你能不能快点啊？走，天都快黑了。哎呀，黑就黑嘛，咱又没做亏心事儿，又不怕鬼。我看啊，你是不怕鬼，你就怕见人，怕见着熟人，怕别人说你落魄回乡笑话你。现在觉得丢人了，走干嘛去？别动！哎呀，学东，真是你啊！我以为我看花眼了呢。李博，走！哇，这么多行李啊！回来休假。啊，李波，哦，上车走吧，我们自己走回吧。没事，走吧，上车，我帮你拿。来，来，麻烦了，李波。回来住多久啊？
雪冬回来了。看，我把惊喜给你带回来了，结婚都三次了。在哪里吗？不客气。妈，哎呦，来我来，您就别忙活了，还没吃饭吧？我们不饿，走了那么远的路，怎会不饿？给你们煮点饺子啊。我们今天坐了一天的车，都没动弹。不饿，您就别忙活了。这次放什么假？放终身假。什么身假？你让他自个儿跟你说吧。怎么回事啊？辞职了。好好的工作，你为什么辞了？不想干了。净胡说！每年有多少大学生啊，挤破脑袋都想当老师，都当不上。你都多大岁数了，还使性子？明天赶紧回去上班，听到没？哎，小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她非要辞职不可。是这样的，这个学期你就不用来了，你的课已经安排别的老师来上了。不是说好了下学期的物理课由我在带吗？那又怎样？别人爸妈是教师，能带来上百的生源呢，你有关系吗？你行吗？我跟你关系，我再跟你关系。怎么办啊？反正他要走老师这条路的话，是走不通了。不行，这绝对不行。妈，他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好手好脚的。他要当不了，大不了找个其他工作不就完了吗？哎呦，你说的轻巧啊！现在哪儿去找这么轻松又体面的工作嘛？行了行了，妈，咱家里有砂锅吗？有啊，你要是有空的话，你帮我把这包药煮了吧。你怎么了？咱们不是准备要孩子吗？调养调养身体。要孩子好，好，好，好啊！我这就去熬啊。哎呀，妈早就盼着你们给我生个大胖孙子了。喂，陈主任啊，在忙啊。我想请你帮个忙。胡姐。哟，陈主任。告你个好消息啊，小东的工作有着落了。哟，这么快啊！哎呀，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哎呀，给您添麻烦了。麻烦啥？快请进，在屋里说。咱就在这说吧，啊，这凉快。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是什么工作啊？汽车厂主管。哟，还是主管啊？那当主管工资肯定不低吧？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咱们这一片啊，他这个收入那就是最高一级的。哎呀，太感谢您，太感谢您了。说起来啊，
这个厂长和咱们小东啊，当年还是同学呢。啊，后来那小子啊，不好好学，不爱读书，哎，但是现在啊，混出名堂了，当厂长了。哎，我咋没听学东说过他们班还有人当厂长的？有啊，你去打听打听，这个汽车厂很有名的，厂长就叫雷军。雷军，谢了。哎呦，我怕我去不了。这么好的工作你为啥不去？你脑子里到底在想啥你？小东，小东，你坐来，听叔跟你说两句。来来来来来，坐。快快快快！听叔跟你分析一下，我猜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当年的前妻刘霞嫁给了他，你现在又在人家手下打工，这面上有点抹不过去啊？东儿，你跟刘霞都离婚两年多了，别人爱嫁谁嫁谁，咱管不了。但这跟你的工作是两码事儿啊。妈，这能是两码事儿？哎，听我一句劝，这个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现在这点面子值几个钱？关键是要做事儿，啊？是啊是啊，面子可不能拿来当饭吃。听叔一句劝，该上班去上班。你是咱们村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当年我领着人敲锣打鼓送你上学啊，你还记得吗？我跟孩子们说啊，都以你为榜样，向你学习。你现在回乡待业，都不是回乡创业，回乡待业没事干，对里对外都没法说啊。啊，冬儿，咱就听话去上班啊。你上你的班，跟刘霞又不打照面儿。哎，随便你们怎么说，我不去。哎，小东，哎，小东，冬儿，冬儿，小东，大姐，这事儿我已经给你们办了，爱去不去。你们要真想去的话，回头带着礼品去见着雷厂长。哎，要不想去，这事就算了，以后也别找我了，我也很麻烦。哎呀，对不住你了，回回你慢走啊。回，冬儿，一根筋，认死理儿。就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啊？还心气儿高，心气儿高有用吗？混得不好，照样被人家抽脊梁骨。哎呀，混得好与不好，跟他们什么事？那你躲在屋里干嘛？你不出去工作，啊？哪儿来的钱？没钱拿什么养家？拿什么养？哎，你看，你看。我说你别生气嘛，来来来，药呢？药，买药不花钱啊，就这点病啊，还死不了。你睡谁呢？牛脾气比谁都大，怎么着？工作找着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不知道？胜任不了。是让你当 CEO 了还是副总裁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一直打算在家里不出去工作，我明天就回去。以后这日子，咱们各过各的，也正好给你们家省口饭吃。凶手一定是王学东，你们一定要抓住。
110吗？广场上有炸弹，跑！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王学东。你现在收手还有机会，你要相信，法律会给你公正的判决的。再见。妈，哎，你要上哪儿去啊？接雷军。这就对了，等我一下啊。见人嘛，总不能空着手去呀、啊，把这个带上。这可是我养了3年的老母鸡。哎呦，去了跟人说话要礼貌些啊，注意分寸。虽说以前你们是同学，可是人家。现在毕竟是你的领导啊，来带上。我脑袋开窍了。好了，我走了啊。哎，记住我说啊。进。雷总，哎呦，老同学，快点进，快点进！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整整10年了，可不是？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呦，这儿，这个转眼之间，咱们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哎呀，你说这不惑吧，道不明看不清的。哎，是啊，都老了。咦，老不算老，现在正式开启。第二春的好时候啊！啊，哦，一点土特产。哎呦，这是大礼呀、啊！替我谢谢婶儿。小意思，小意思，别客气。哎呀，可真不巧，昨天霞他妈呀送了5只鸡，哎呀，鸡蛋堆成山了。哎呀，可今天早才扔了1箩筐。啊，我听说你在学校辞职了。啊，哎，没关系，咱不当你老师，到我这儿来，给我干主管，咱们一块儿干，肯定比你当老师强，这个还挣得多。谢谢雷总。哎，咱们多年的交情了、啊，又是兄弟，干嘛这么客气啊？叫小娟儿。啊，那不成，工作归工作，我还是得叫您雷总。哎呀。李总，麻烦您签个字。哦，好。哎，学东，那东西你还是带回去，家里根本吃不完，搁那儿也坏了。啊，那个，那你看有什么吩咐，尽管跟我说。哎，我去做。你坐，你坐，你坐。哎，搞得好像不给老同学面子似的。你这样，我小儿子那个3年以后百日宴，你来参加。好，好。哎，李总，听说宝宝满100天的时候，要是穿上了100加1，宝宝能够健康成长，无病无害，还能长命百岁呢。有这个说法吗？那当然，不过这个不需要什么成本，麻烦就麻烦在他需要挨家挨户的收小孩穿的旧的衣服，然后把这些旧的布料拼凑成一件新的衣服，所以这100加1啊，讲究的也是一个心意。别人穿过的那多脏啊！这样，我买几件新的。哎，不用破费了，你刚辞职，这个还是这个100加1好，吉利。要不你还是就给我做那个100加1，好吧？那成。好，那就这我这还忙着呢，啊。你这个小姑娘懂了不少，不过是个好主意。加1，100加1，给你做寿衣穿不穿嘛？
坐。就这件新衣点拿去吧，那个人民教师怎么这么封建迷信呢？嗨，谢了啊。秀兰，找到没有？哎，找到了，找到了。哎，你看这个钟钟，哟，这胡子还真不错，到时候把它缝在那个胸口上。你儿子真不错啊，宰相肚里能出大船了。没办法的办法喽。李波，在哪？你家君君小时候衣服还有吗？有点好了没有？太少臊了，有点好事啊。衣服多的是，我给你拿去。哟，看你笨手笨脚的，我来我来，你快睡啊，别把手给戳破了，快去睡快去睡。好久不见了啊！来，辛苦您，辛苦黄老板，哎，一路辛苦，一路辛苦。哎呦，大房，哎，好久不见了啊！哎，里面请，里面请。不，恭喜恭喜，雷总，这是新嫂子吧？范小弟，恭喜恭喜啊！哎，好好好。不，这个你现在先拿着，万一受不了找你们啊，小东，来，你们请，好，请。啊，李姐，好好，来来来。这能跟人就是不一样哈。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家二宝的百日喜宴，是你们的到场让我们的宴会蓬荜生辉。看看你们同学，怎么都会说话，跟人学着点儿。祝你们的祝福，风雅，清新作态。在这里，我要隆重感谢我的这位老同学王学东。这件百家衣是我的老同学王学东不辞辛劳挨家挨户给人讨来亲手缝制的，在这里我雷某备受感动。
王老师是你亲手缝的吗？东哥，没想到你还是个裁缝啊。喂喂喂喂喂，他不是刘强的前夫吗？心可真大呀。喂喂喂喂喂，另外那个常委的兄弟姐妹们，刘强是你前妻啊。学东以后就是咱们运营部的主管，又怎么样？大家一定要积极配合，支持我兄弟的工作，尊敬他像尊敬我一样，大家说好不好？好。你还真坐得住啊。来，徐东，你给他打招呼。大家好，大家好，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多多关照。这简直就是羞辱，你戴这绿帽子有什么区别？羞辱？有钱拿，有饭吃，要脸干啊！行，那你就好好的给你前妻和同学打工吧，我走了。你给我坐着，说来的是你，要走的也是你。来，大家开动啊，吃好喝好。吃什么吃？反正我是咽不下这口饭。嗯，兄弟们，一起整一碗。来，要我说，来，来，书读再多有什么用？是不是这道理？你说的太对了，没用。来，王老师，是你亲手缝的吗？东哥，没想到你还是个裁缝。他不是刘强的前夫吗？心可真大呀。简直就是羞辱！戴绿帽子有什么区别？要我说，来，你不再多久了。干嘛啊？你凭什么抢我工作？啊？厂子，那是我兄弟开的。我想要什么职务，我就有什么职务。犯得着和你抢吗？抢不着。有关系是吧？有关系就可以随便抢我们的饭碗，啊？你知不知道，我在那个厂，我辛辛苦苦干了15年才做到主管这个位置，啊？我一家老小都指着我吃饭，就连我妈都还躺在医院里。就是你们这些废物，这些寄生虫，才让我们没有饭吃。我们就是寄生虫，我们就是废物。你想干什么？你别以为我不敢打你。来，瞧这儿打，冲这儿打，打呀，打，这么打，打，打我，打打打，神经病。那个这个学期你就不用来了，你有关系，你行吗？我跟你关系，再跟你关系。
河中的大的旁。小绿，小绿，药给你热好了，快出来趁热喝啊！不行妈，这太苦了，我得要点糖才喝得下呀。好，妈去给你拿块冰糖啊。你他妈吃错药了！我就吃错药了，怎么？有什么好好说嘛？咋动手了？王学东，我吃的是哪门子的药啊？啊！我生怕我年纪大了要不了孩子，我苦哈哈的吃了几个月中药，合着我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这是三年前的，那现在好了？上周去查的还不知道，结果不知道，都那么长时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要不是自己发现，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说？你们到底打算瞒我多长时间？我没说不告诉你。你跟刘霞离婚是不是也是因为要不了孩子啊？虽然一跟你离婚，接连生了两个。我采访采访你啊，王学东，你给人做百家衣什么心情？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难听？我还有更难听的。王学东，你这辈子就这样，你就是个窝囊废。我要是刘霞，我也跟你离婚，我就嫁给雷娟。别胡来，别胡来呀！打我！你打我！打我你！王八蛋！小林，你过来！怎么了？你千万别干傻事儿！有本事你接枪！别回来呀！你别干傻事儿！你干嘛？老天爷啊，这是咋的神吗你？
不要脸的还是你。啊！你这家要打理，让你过去帮忙。好嘞。哎，我那件衬衣呢？你是不是没给我拿回来？小丽起来了吗？陈队，我们接到群众报案，凤香村附近树林发现一具烧焦尸体。凶手一定是王学栋，你们一定要抓住。110吗？广场上有炸弹，跑！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王学东。你现在收手还有机会，你要相信，法律会给你公正的判决的。再见。我现在马上回去，是不是媳妇儿跟人跑了？不是，说话。经过 DNA 的比对，死者正是失踪的爆破员王元东。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王学东，他下一步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范小丽的老家。赶紧布置人马，进行抓捕。是是。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陈队，王学东手机开机了。啊，在哪儿？王学东，咱们俩彻底完了，没有可商量的余地。范小丽，我告诉你，咱们这辈子没完。